如果新加坡就是邀请你来演戏的话，你会想要来吗？当然啊，当然。是我们在比谁私底下来聊好了。说一说，大家好，我是六月。今天看我穿的这么正式，就知道有大人物要来了。我们接下来呢要去参加的就是毕书尽的记者招待会，而且之后还会有他一对一的专访哦。跟我一起 go。大家好，我是毕书尽，안녕하세요。这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到新加坡跟大家见面了，很感谢大家啊、一直以来的支持。现在看我女儿，她自己会创作。就是随便唱，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这样。那你要跟他联合创作啊？我也觉得还不错。嗯，对，有机会的话，数位上发行。今天呢，在我身边坐的这一位哦，是阔别了好久才终于来到了新加坡，成为人父之后第一次来吧？欢迎毕书尽。耶、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毕书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我觉得你状态好好，而且你这身材是我们多少人梦寐以求的。你是说脚吗？对，尤其是脚。脚太细，对。太细没有关系，我们准备的食物让你吃饱一点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些是新加坡的一些特色。对对对。吃过。其他的好像第一次看这个。六七八九，它有九层，所以它叫九层糕。好妙哦，就是感觉是饼干的味道，就是。常吃的那种饼干的味道，但是口感就是年糕，饼干的味道哦。啊，是我口感不对？不是，因为我们身为我是觉得有一点饼干的味道，像什么饼干？接近 Oreo 那种味道。OK， 我觉得你觉得可以，你觉得都对的，但是这个口味很个人。嗯，我们再试看另外一个，这个呢是千层糕。嗯，所以你看，我们是没有蒜的，但应该是没有千层。韩国也有像类似这样子，也是像蛋糕了，对。那我们试看这两个，你一定没有吃过。对不起，我只是用舌头黏一下，它就爆。它会爆浆。来不及，来不及反应。喷超远哎！我以为是年糕了，所以就。咬得很用力，嗯，因为它里面其实是椰塔，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，吃甜甜的，是，你是爱吃甜食的人吗？不会，好，那还好，刚才有喷出来了一点，没有这么甜。你吃辣吗？我吃，你吃哈，这个直接吃吗？哦，直接可以，可以，你可以扒开，外面只是一个香蕉叶，像粽子，饭团啊，饭团，嗯。这个叫做虾米糯米卷，哦，糯米卷，糯米卷，它中间就是那个虾米，嗯，所以就会有一点辣，有辣吗？不辣是不是？哦，有辣椒，看到，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你个人最喜欢哪一个？比较喜欢饭，饭类，然后是因为这个是咸的，其他其实都是甜的，对，因为平常除了觉得。晕晕的，糖分不够的时候才吃甜的。哦，会啦，我觉得你看起来确实是会血糖低，因为你这么瘦，尤其是演现在可能像我们这次来新加坡工作，因为我相信很多歌迷他们都会很期待说，哎，这次只有出单曲，接下来会不会有就是计划要出专辑了？可能我的粉丝家人们再等一下，对，过了今年我会给大家一个答案。好期待哦！就除了专辑以外，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演戏啊？电影啊，演唱会啊，希望。如果新加坡就是邀请你来演戏的话，你想要来吗？当然啊，当然，比较能挑战或者是自己觉得可以演得好的角色的话，我一直以来都想演那种杀人犯、psychopath， 真的假的？或者 sociopath， 就是没有感情感觉的那种角色，然后很冷漠的。我们可以当好朋友啊，因为我也很喜欢演这种角色，就是那种杀人犯，尤其是那种高智商，你知道？高智商，对，就大家认为他都是好人，对，然后私底下，原来我们真的有黑暗面。女杀人犯其实也吗？都很酷，对不对？可能我就是在角色来讲，我们是一个比赛，这样就是我们在比谁杀的人比较多。哇哦。私底下聊好了。
OK， 这个可以思考一下啦。但接下来呢，会有什么样的活动吗？接下来回台湾的话，就有也有一些演出要准备，还有加上跨年。对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就是疫情期间，就你有了小朋友，是。然后这样这一次会不会就是你离开小朋友很长的一段时间，会有点不舍得？刚刚你是出饭店门前就是有视讯一下，看一下女儿，毕竟就是她还比较小，对啊，她再长大一点，也希望多定个几天留下来跟她逛逛，跟老婆也逛逛这样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要跟你玩一个小游戏。叫做快问快答。OK。就是、好无聊。对，干嘛这样？哎，我们制作组很认真的想。对，假装一下。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对，超刺激的。是。OK。我看完了，确实还蛮无聊的。Okay. 请问 B 比较喜欢人多的地方还是人少的地方？人少的地方。比较容易杀人。OK， 然后非常个人的、哦，个人的，不是以一个歌手身份的是。对，你私底下的话会比较喜欢人少一点的地方，就是比较喜欢下雪还是大太阳？下雪。比较喜欢唱歌还是写歌？唱歌。毕冰冰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妈妈？爸爸。好，你毕竟你这样讲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。爸爸。对，他有说先叫的是爸爸，对不对？是。OK， 好。比较想要听到哪一种称赞，是 B 真的很会唱歌，还是 B 真是个好爸爸？这是真实的哦。B 啊，你好会唱歌。我个人，因为爸爸是太非常非常多的看法了。我觉得我当然会好好的教育，然后我也当一个好的爸爸，但希望他也是跟着我的以这个观念跟教育下去长大这样。也当然希望听到好爸爸，你真是一个好爸爸，但我自己更渴望也觉得当歌手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的认可，就是你唱歌就是对很厉害这样。谁没有认可你？谁？是我。我们都觉得你很会唱歌。没有，太多前辈或后辈们都很会唱，所以我也是希望自己跟得上，然后更进步这样。明白。请问一个女儿还是六个女儿？一个女儿。像我现在的女儿，她最近蛮皮，所以六个，然后。你很认真的思考哎。我会到30几公斤，我觉得。六个的话，理想是两个，两个女儿，对。两个女儿。是。可以，谢谢 B， 谢谢，蛮好玩的哈、哦，谢谢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视频不漏看。